今天做啥，让你做变得很简单。来，今天要来做什么物件呢？就是八月份的你投稿，我来做票选出来的脆皮肥肠。然后来干嘛？这些物件啊，加加多啊，然后我两个走。那你们一定很好奇，说这个肥肠会不会很难做？其实有没有看到我们前面的东西？已经简化到不行了。再来，我觉得它有一个重点，就是那些 C 一楼等爱起做的，教你们怎么处理这个肠子，我觉得是算这道菜比较重要的一环。OK， 我们废话不多说，赶快来做这一道脆皮肥肠。来，这边开拍之前，请先到 YouTube 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高兴的开小铃铛，点个粉丝，按赞中抢先看 ，IG 推荐加一个，脸书推荐加一个，大家庭。截图。首先来先听注意点，然后我今天要先教你们怎么卤大肠。如果你们真的懒惰的话，你去菜市场买那个已经卤好的大肠回来，自己塞葱，自己拿去炸也可以。但是我们今天就是从青的、短的、咖喱香肉、肉料、咔肠啊，各种去挤，全部都教给你们知道。那 OK， 首先啊，大肠的部分啊，来先给它一种锅里啊，快酱，然后加上我们的面粉，然后去兑这个醋，把它炒。好来，咱即马直接来来厨房。来，先把咱的肠洗掉、洗洗吼，啊，即马甲暖暖、潮潮的。来好啊，了，来，我们用水去冲它。来，冲完把水倒掉，多冲几次。来，咱为头搞这吼，来整个把它翻过来，吼清洗里面。来，我们从中间的地方把膜开始撕开，那个就是我们的不油啦。全部塞到里面去，吼，然后给它揪出来。来，洗完之后把它返回来，来稍微的给它搓一搓，好，开水下去搓一搓，掉掉的，好，这样差不多 ，OK。好，来这边塞好啊，好，来我们加那个醋和面粉啊，就是可以把它表面那个咻咻的啊，好，很快的，很容易的把它去掉。如果你光用清水下去，它的冲洗真正冲较袂清气，好，所以这算是一个小撇步，咖喱那落个等下塞好较 OK 的状况之下，好，那我们现在等我们的水滚，哦，滚起来，来，帮我大灯哦，来，转波落落去，好，稍微的来用一下，好。来 ，OK， 我们直接上盖哦，让它滚一下，滚大概两三分钟啊。来，滚啊！滚啊！来，赛，来，现在我们火关掉哦，把我们这个胖胖可可爱爱的大肠来，然后我们稍微的再进去冲一下，然后换个锅子。OK， 咱今麦要来炒呢，爆香料一下，来，我们下一点油，热锅来下咱的肠啊。把它丢，爆香它一下。来 ，OK， 汤一弄出来啊，把它加冰糖下去炒热。哦，等这冰糖弄炒好起泡，来个来干辣椒。哦，干辣椒看完干就是无惊到会乌油哦，来过一下就好啊，来来倒油。哦，来抢起来！来，橄榄酒，然后来再加入我们的水，来我们的卤包下，然后啊，我们的大肠啊，直接下去，来，底下就要漏了，来，现在我们盖锅盖，回锅。来，如果你是用电锅煮的人啊，外锅水约加2杯半左右，然后跳开之后再焖个5分钟，好，一样的意思。来，哦，差不多，安尼看开 ，OK 啦吼。来，差不多好，安懂我？懂我鬼 ？OK。来，那我们大概煮了25分钟左右，好，我算时间是25分钟左右。OK， 我们现在关火。好，我现在把它夹起来。来，那个客人家稍微的立一下。
哦，稍微的给大家立一下。来，它稍微立一下之后，我们把它拿到旁边吹电风扇一下。好、哦，好，咱即马吹凉啊，咱即马开始切咱的肠啊。来，咱先把咱的大肠加一半，我都把它剪成一半。来，我们就塞个两根、三根，哈、哦，自己捏啦，大概自己抓一下啦，哦。好哇，都把它穿插好了。我们现在照我们的步骤，这个就不要再叫简单哥用少油了啦，因为有些东西是真的该炸就是要炸它，哦，才会比较对味。来，差不多，我们的油热一下。来，我们有换了一个锅子，因为我觉得刚刚那个太浅了，好，来换一个较大一挂。好啊，油浅一点。然后 OK， 来，我们准备来，既然的步骤。这个滚哦，你的钱还较细腻哦。哦，这个比较会，等一下比较会喷一点。来，我们把它分两次炸哈，安尼较好搞。来，好，来金黄色。好，来再醒起来。好，来我们另外三根再下去。好啊，差不多好啊。来，自己要油的。这看，皮皮薄薄啊，吼，它有些薄薄薄，你得解熊仔在这里哦。然后 OK， 稍微的放凉，吼，你油一下，你先放这边，然后我们关火。来，我们的脆皮回肠完成。简单哥的美味试吃时间。在那边气这样子，再把它做一做蛋，哦，超级好吃，忘记加胡椒了，加油酱，嗯，脆脆脆 ，QQ。啊，如果你吃比较后面的这个部分啊，它把它爆出来，伊就较脆一挂，啊，把它这出来伊就较 Q 一挂。好，那试一下买啊，这酥酥脆脆。强哥，各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要投稿做这个了？因为非常的好吃。啊，基本上呢，如果你在家里的话，你如果不赶时间啊，你在那个卤完之后，你可以放进冰箱，好，你大概冰隔一天，哦，你就要烤起来，隔天再拿起来炸会更好。但是因为我们拍片，我们赶时间，我就是用电风扇稍微的吹一下，就直接给大家下去油炸了。那脆皮肥肠真的如果懒得卤的话，你就是去市场买扁的，带他肠啊来挤，安尼就好啊。OK， 我们的。超好吃脆皮肥肠完成，哇、哦、哎、欸，这不一整天就枯竭啊！讲一个今天的笑话呢？超烂的笑话，来，有一天啊，小明啊去看医生，医生问他怎么了，小明说我肚子痛，于是呢，医生就摸他的肚子，然后问他说这里有感觉吗？然后小明就回答说我感觉有人在摸我肚子。好，拜拜。